舞龙的由来。舞龙俗称玩龙灯，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汉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。舞龙源自古人对龙的崇拜，每逢喜庆节日，人们都会舞龙，从春节开始舞龙，然后二月龙抬头，端午节时也舞龙。舞龙时，龙跟着绣球做各种动作，穿插不断的展示扭、挥、仰、跪、跳、摇等多种姿势，所以以舞龙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收。舞龙运动是指舞龙者在龙珠的引导下，手持龙具，随鼓乐伴奏，通过人体的运动和姿势的变化完成龙的游戏，穿、腾、跃、翻、滚、戏、缠等动作，充分展示龙的精、气、神、运等内容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。民间的舞龙活动通常在露天广场或舞台上进行，